前不久 AKB48 成员志原莉乃因前男友在杂志曝光两人的不雅照而不得不退出 AKB48。 中身に関しては事実じゃな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たが、その人とお友達だったことは本当です。今日は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、謝罪というか。而近期发行的周刊实话杂志给了大家更大的冲击，不雅照持续流出，其中一张彩色预照中志原撩起衣服半裸自拍，尺度令人啧舌。而28号上市的周刊实话再度公开了口交艳照，照片中一名男子躺在床上，志原莉乃趴在男子身上，大尺度让人震惊。一位业内人士称，现在网上对这张照片有三种说法，有人认为是他本人，也有人认为是合成的，还有人认为是和他很像的其他女人的照片，不过长相实在太相似，不太好辨别。不管这张照片是不是志原莉乃本人，根据她前男友透露的内容，她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